Hello， 大家好，早晨啊，欢迎收睇呢个大仓南北嘅环节。咁星期六咧，同大家介绍一下啲仓位分布，等大家咧部署练马狮王、骑狮王咧会有啲即系头水先啦。未讲之前咧，记住啦，未订阅呢个频道朋友，右下角有粒四星龙珠可以揿落去订阅呢个世榮香港人赛马频道吓。咁即刻带大家睇下咧，今次咧骑狮王练马狮王咧有啲咩可以睇啦？未有赔率啦，唔好意思啊，因为依家仲系星期六12点前，当然未有赔率啦。下午5点先有嘅添，咁但系都可以望下嘅。如果骑练马师咧，先讲啦，因为听日先讲，听日星期日先再讲骑师王啦。嗱，练马师咧，其实好多匹好多个方仔啊，应该话佢出5只咧其实系直博嘅，因为喜旺区咧基本上1400咧。或以下咧，係全唔係基本上係贏曬啦，1600都仲跑到個批。呢只馬再進步咧，咁我諗前面嗰啲飛輪轉王又好，甚至乎電信飛彈啊、神興英雄啊等等呢啲喜澳龍啊，都係有機會嘅馬。咁啊攞3win咧一個批咧，佢係啲冷門嘅騎師王咧都可以諗噶嚇。咁而重兵列陣嘅咧，除咗潘頓咧搭阿楊天鵬咧。唔止噶，可能咧其他場次都會同楊天鵬串 Q 唔起喎。咁我見到隻隻都係機會馬咧，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嚇，咁都有機會啦。而告東尼咧犀利啦，除咗中華盛景比較邊線之外咧，佢又擺咗咧時時滿意又出場。通常時時滿意出到場咧，你都會見到有啲牌面馬，譬如喜年衛星啊，咁後面仲有中華盛景。咁當然中間電路9號啦，即係加州雷電嗰啲叫有啲邊線機會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咁呢啲咧我都覺得係屬於有牌面嘅練馬師王嚟㗎。咁大家咧到時可以試一下呢幾個馬房啦。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